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医院了，今天是准备来接咱那个之前前段时间遇到驼岗的那个小家伙的，因为他现在让封上了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，咱先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呢。看看小家伙，他认识我。哎呦，今天打点滴了。你看他嘴上是什么？吃的啥呀？看看好点了。看看他屁股怎么样了？好点了，已经封上了，拖不出来了。拖不来了是吧？那家伙比之前好。等一下，问医生，他需要打针吗？你给他关上，让陈院长。他今天进的打针了吗？他都打。今天打了吗？现在打针还是？我不知道打了吗？你们注意，你看去年，去年还给发了不是吗？打完了吗？口服药。这家伙吃的这口服药是什么？默默是噻，包括上头。哦。然后看看今天给他，就是晚夜就把他带回来。好像现在管上了，现在没什么问题吧？现在没什么问题。他会不会等到回去的时候那个线再开了？我现在不会开了。不会开了。不会开。没有多大问题了是吧？现在不会开了，就看产完线以后。啊，产完线以后啊。对，就看产完线以后有没有问题。那这样是不是？他现在封起来，肉不会长在一块儿啊。前半年我就是不是他会来这样放上是放上它驼出来，它搁里边的话它会就逐渐的萎缩，就是逐渐恢复正常。它肠道本来是套贴的，然后松开，然后越来越细越来越细，就里边烂掉的那个地方烂掉了，自己长，只能慢慢长，对，自己慢慢长。那我这还拍片啊什么的，拍片是拉稀的，拉稀了，也不能拉成片的。这个小了，这个封的小了，不会影响他上大便吗？不影响。今天接的是吧？嗯。这个小家伙出现的几天？起伏错。十二或者十三号十二十三号。十二十三号。自己拆就行了。自己能拆。啊！现在回去再做脱脂，现在是露在外面了。对，现在外面。回到家，到家的时候，人家尽量给他少喂点。少喂他。对，就一次喂那么一小把，因为他现在拉屎，他那个嘛，等到。赶紧回家。两天不见不认识，眼睛大大的扑上去。好了。走。
好，拜拜。小宝贝现在已经到我们小院了，刚才看他也拉大便了，现在拉的大便都很正常，之前拉的就是有点带血，然后我们现在给他弄点好吃的，也不能给他弄一些特别硬的东西，然后医生也说特别嘱咐过要少吃多餐，因为小家伙现在的肠道啊还有一些没有恢复，等一会儿啊，咱们把他吃出去。吃的多香啊，医生说不能吃的太多，所以说就没给他狗粮吃，然后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住院嘛，开销也挺大的，所以说我们就考虑一下把他接回来，我们自己给他做护理。刚才我们想了老大一会儿，其实来到我们这边小院的毛孩子啊，应该给他取一个名字，因为也是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嘛，让他也忘去过去的伤痛。刚才我们想了想，不如就叫他糖豆吧，因为这个名字也是粉丝朋友们给他们一个小建议，希望他能够甜甜的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呀，糖豆？